海西，啊啊，唔该，用件开头开锁，就是马金顺利，你哪一个民用饼干啊？珊珊，有一件代志，我一定要跟你讲。啥物代志？用件想要跟你好好，啊，唔过我一直无跟你讲。你哪会知影？去住伫恁家之前，我常常去永健因家照顾阿姆。永健嘛有讲到你，我嘛有听到永健亲嘴讲，伊真后悔甲你分开。啊，不过我叫永健的私心，我甲讲，伫出国这段时间，你的心情恢复了差不多啊。我阁叫伊，莫阁甲你搅扰。杨健伊有决定要甲你约回来，伊阁有交一张批予我，叫我一定要交予你。啊，不过我无交予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要保护所有的人。你妈妈无佮意杨健。为着要甲恁拆分开，做遐尼多遐尼恐怖的代志来伤害永健甲因家的人，我真正无希望伊讲受到伤害。而且你真无简单，才听阿妈的口供，活转去恁家，你甲你妈妈的感情才要开始恢复。我无希望看到恁甲你妈妈的关系，因为安尼阁拍歹去。啊！不过你无看你替阮的感情做决定，是的啦，我知影我无看你，啊！不过我真正是为着恁好咯。啊！就算是安尼，你嘛袂安尼做啊！你敢有想过，我为着这段感情，我有偌受伤？我有偌希望我甲永健当重新开始？永健有我的关系，而我嘛无甲凄惨落魄，即摆伊只无敢那只冷静落来。伊还继续要跟我继续落去，这就表示伊把所有的代志想了真清楚。啊，不过你算用这款方式把阮阻挡，你真正足残忍的呢。珊珊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正是为着恁好。你敢还会记得是安怎阿妈的口供你抱转去恁家，就是希望会当减少恁妈妈对永健的敌意，嘛无希望恁妈妈。又去对付因啊！即卖用剑伫工会上，真无简单才拄到桂林，才要重新站起来。我真正无希望阁看到用剑阁摔一届啊！恁两个人拢是我的好朋友，对恁讲白贼，我嘛真正足艰苦的。珊珊。你敢袂当原谅我？我知影我无应该家己做决定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无法度想到搁较好的办法，才会大主大义，用我家己的方式来保护您。珊珊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有啥物资格原谅你？这所有的错误，拢是阮妈引起的。我是阮妈的查某囝，生起来嘛是共犯，我有啥物资格原谅你？老实讲，我真艰苦，我无资格气你，我爱让你用这么残忍的方式保护阮，这嘛不是你愿意的。我相信你有家己的苦衷。珊珊，你莫安尼讲啊！就算你妈妈有唔对的所在，我嘛无希望你安尼怪伊。你今仔为啥物要甲这件代志甲我讲？因为今仔日你甲永健见着面，讲着话了后，就会发现我欺骗恁。我真正足惊会失去恁的，珊珊。
你敢袂当答应我，莫甲永健讲这件代志？永健若是知影，伊绝对袂原谅我的。恁两个对我来讲，真正是足重要的人。啊，永健要给我的批嘞？我无说你用胖去啊，是的啦。开始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绝对袂把这件代志讲出去。啊，不过开始，我嘛拜托你，以后莫阁安尼做啊，好不好？我绝对袂阁安尼做啊。永健。真切啊，珊珊，我问妈嘞，伊是安怎？阿母真好，手术真顺利。啊，你敢有倒位无爽快？麻醉药还袂摕，痛嘛毋知啊。是讲痛嘛无要紧。哎呦，那也无要紧啊！啊你，因为你伫我身躯边啊。你真正等到我出来，我拜托开心，把一张票交予你，我伫咧甲你爱起来迄条路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煞等无你的人，我真失望，我惊以后拢记袂着你啊，我惊。我搁安那认真，未来搁安那成功，嘛无得挽回一段感情。这关药剂和妈争一暗，我真足紧张的。我叫阮妈，无得多买一罐。真正为着要保护阮妈，我选择甲你牺牲。我一世人的最爱。可是讲阮妈的性命，若是保袂掉，你又搁无伫我的身躯边，那安尼我是要安怎才好呢？我愈想愈惊，愈会当体会。我离开你了后，你的心肝内我了艰苦，我硬逼你爱勇敢、爱坚强，是一件我了残忍的代志。永健，你无做唔对，而且我嘛回来啊。那安尼，你愿意留伫我的身躯边？陪我做伙行落去吧。不管以后对我啥物状况，咱拢爱坚强勇敢行落去，同生共死，才是咱感情上好的结局。好，我来做你的双脚，你做我的目睭，未来的路。咱做伙继续行落去。对啊，珊珊，我下尾甲你讲，我会等你，结果你无来。后来是啥物原因改变你的心意？啊，就手术之前，阿母打电话给我，伊甲我讲，若是有啥物万一，伊爱我照顾你。啊，不过今麦无需要啦，咱会当做伙照顾阿母。是啊。啊，对啦，哎呦，就是爱安尼啦。我哦，把我的命捡倒转来，
啊，永健家己的感情找倒转来，咱金家今仔日是双喜临门哦。阿姆，多谢你的鼓励，迄嘛都爱你家己想会通。啊，不过吼，恁两个今仔日会当搁重新行做伙，这开心伫咧中哦，是到处真济力呢。是啦，珊珊，若不是开心将我的心意哦，互你知影，咱两人即马也是一人一边嘞。开心啊，多谢你啊。无啦，我无做啥。哦，你收客气了啦。呀，珊珊，等我跟妈好起来哦，咱两个人做伙来煮一道菜哦，来招待开心，来哦，好啊，感谢伊啊。好啊。开心，啊，你有心事哟？那看起来你朋友变假啦。无啦，哦，可能是等你甲阿姆的手术。等伤久啊，看起来较无精神。哎呦，好啊啦，啊，阮两个拢无代志啊，哦，等下较早回去休困嘞，哦，你是我的查某囝呢。